白色改装车高速呼啸而过，下一秒撞上连接车，造成一死四伤。我没有东西可以咬，那椅子变形了。我们再去拿一下看。撑开，它这边卡住了，要撑开，有点。好，撑开。白色小客车受到强力撞击，车体碎片沿途洒落近100公尺路段，驾驶还被卡在车内，意识清楚，不断喊痛。四名警消人员合力抢救，才顺利救出。副驾驶座严重凹陷，坐在上头的妻子怀里依然紧紧抱着一岁女儿。虽然先被救出，但因为伤势过重，抢救后仍回天乏术。男子参加完生日趴，行经台九线，车速过快失控，擦上分隔岛后再追撞前方连接车，警方测得酒测值竟然高达0.75。脸书上放着尾翼车壳都经过改装的爱车，看起来真的好威风。封面摆着妻子左手紧紧抱着女儿，右手开心比耶的照片，慈祥眼神表露无疑，如今却天人永隔。人们开心参加生日趴，没想到酒驾酿祸，妻子不治身亡，留下遗憾。记者廖威林、文轩花莲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